就是狼人狗。这是阿扎，这是大牛啊。哎，这是新来的吗？哎，这瞅着不像大牛，是大牛吗？哎，怎么这俩也去了？我操！跑那么老远，哎，哪儿去了？这是大牛吗？我还说在屋里边睡觉呢。我看过去，我寻思他俩在屋里睡觉呢，这都跑这儿去了。干啥呢？这是？那是不是大牛啊？看着好像不像啊。哎，就是，这是大牛。怎么看着胖了呀？刚才那个狗好像是个，瞅着像个德牧，还是像个什么狼狗？大清早的，这一家四口在这散步呢，这是看不着了。干啥呢？回来！全是你带着跑出去，这是。嗯，你速度还挺快。刚还瞅你在那儿呢，这就回来了。大家还在这趴着呢。哎，刚才那个狗不知道谁家的，应该是刚来的吧，之前都没见过。出来，快点！上来。这不跑干啥去了？
老头快点上来。跟个兔子似的。这脑袋上顶了个啥？这是。上来，有点丑了。哎哎，这狗，这是个啥狗啊？狼狗吗？哎哎哎，别去了，上来快点。瞅瞅这个，哇，瞅着好帅呀！来，过来。这是个什么狗啊？这狗看着也不大。啊，你这一身弄的。啊，这是个狼狗还是什么狗啊？不知道谁压的。刚带来估计，这一声整的，啊！你怎么这么脏啊？你好脏啊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别给我摔！你咋了？饿了吗？饿了我给你弄点吃的啊！你看你俩整的，嗯，真的是都不想说你俩了。俺张军喝凉面，哎，又跑哪去了？跑不见了。拜拜。